今天来吃折耳根，这是前几天买的折耳根，放在那里没吃，今天来把它吃了，要不然就坏掉了。拿一个汤盆把它理出来，来，你给我上电，给我床上电话救，那三斤了。还不空就空，到外头都得空。不一样的。这是一样的嘛，我干好了的。我跑长途把羊打很走。真危险了。孩子还拖走。我们这个院还不算拖。对，我这样就是孩子往左拖。你家脚胖子，还问他啥不拖？哪儿的脚？臭臭他要拖，哼！不要，也靠到屋头，你掏些耳朵。把洗了五遍的折耳根捞起来。放到里面，来切一点葱姜蒜，盐、味精、醋、生抽、酱油，来一点老抽、白糖、花椒面、辣椒面、辣椒油。
好憨啊。反正是个怪胎什么的，或是个疯子，这种讨厌鬼我才不喜欢呢。